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Flash Shall Begin。大家好，我是戴靖杰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姿颖。首先，我们要向球们拜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心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好，那我们感谢球们的支持。志颖在这两年有非常耀眼的成绩。首先呢，他在2012年。夺下了日本 Open 以及台北 Open 的冠军，还有2013年马来西亚 Open 的冠军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这个 Play Shami Game 的活动。感谢各位球友热情的参与。然后呢，我们总共有872位参加者。以上这些就是参赛者的名单，都在这里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奖品。知影奖总共送出3名知影专用的球拍。泰99一支，然后含850的线一条，然后再加上签名照一张。好，接下来二奖也是抽出5名，然后呢有黄色的 T 恤一件以及签名照一张。然后3奖也是抽出5名，有粉红色的 T 恤一件，就是我身上这件，然后再加上签名照一张。然后4奖就是双肩的球袋1个，然后总共抽出3名，然后也是签名照一张。然后5奖总共抽出10名，有运动毛巾1条，然后签名照一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特别奖抽出3名，由我们奶奶提供胜利比赛及球1打，然后再加上签名照一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有。这次知影在2011年入围最佳女运动员奖，然后由行政院体委会提供的纪念品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喽，开始我们的就是活动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球，这里是我们的抽奖球，来开始秀你。百位数字是四，好。
九。九，好，我们恭喜这位四六九。我们接下来开始说。四六九。五奖。四六九是李连英，好，我们恭喜他。接下来五奖抽出十位，好，我们来百位数字开始。我们加速百位数字开始。七。See?
九三五九，好，三五九，恭喜你！好，我们恭喜他。接下来我们要抽出四奖，总共有三名。好，再次抽。一。
七。零。蛇年行大运，然后祝大家发财，好，一起谢谢大家，拜拜。